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项任务就和艺术表演有关，请来领取任务卡。齐心协力摆造型，一名成员在屏风一侧口头描述要摆的造型，其他成员在屏风另一侧把听到的造型摆出来。你比划我摆。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延边大学舞蹈系的同学们和刚刚为大家表演的社团同学们一起为你们的动作进行评议。欢迎欢迎。这么严格？这么难吗？他们总共有九位同学为你们打分，九位当中有五位选择通过的话，那大家可以赢得相应的画笔。明白了吧？ OK， 明白了。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个好觉就看同学们了。因为凯哥有点身体原因，他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好，我们先把屏风上来吧。这屏风挺小啊，这绝对遮不住张凌赫。这到张凌赫的腰。对，张凌赫。不是，你这屏风确实遮不住啊。这要坐下。坐下比划。接下来就请你们派出第一位要来描述的成员。白鹿，你描述，你表达好。我什么时候表达好了？你语速快呀、啊！让走。好，我来，来试一个。几个人啊？每一题的人数不等，反正咱们先摆上呗。啊！今天晚上在这儿住，我觉得都不错，这起码是软的。来吧。好，来吧。那我们为大家出第一题，来。来，描述吧，请说。你还在吗？完了，白鹿。几个人啊？四个人。四个，你们挑吧。你来选吧，你来选四个吧。我选四个。我这四，首先这四个人韧带都必须好，韧带。头两个必须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们的描述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一题的描述时间是120秒。我来吧，来，我上一个。来，第一题，请准备，3、2、1。首先他前面两个人是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两个人手拉手，然后他的两个脚是脚对脚，然后就是成一个就金字塔倒过来，就一个 W， 前面两个人是 W。这是 M 呀，哦什么哦？哦，这是 M。评委，这是 M 啊，你们哦哦哦。哦什么哦？这哪是 W 啊？手得支着。W 不是手，我是这样的。对，这是 W。懂吗？就真的是 W。然后有两个人，左边的是拿着左手在左边那个人的左肩膀。左手在左。然后右边的是拿着右手在右边那个人的右肩膀。什么鬼出的动作、啊？在左右，反正两个人在他们的各自就靠里面那边的肩膀，然后分别右手抓着自己的脚，抓脚拿过来，我抓谁的脚啊？你坐下，你这个手放他肩膀上，我你他，那我呢？左边是左手在底下那个人的左肩，右手在自己的右脚抬到最高。左边的抱的是右脚，右边的抱的是左脚。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等快点。倒计时30秒。有什么疑问吗？快快。这个手。来，描述吧，请说。首先这四个人韧带都必须好，头两个必须很好。中间两个人干嘛？中间两个人的手干嘛？拉着。脚跳高，脚翘天上去。10、9、8、7、6、5、4、3、2、1，请拍照。
应该是大差不差，不太对，好像。对不起，我忘记说一个最重要的点，左右两边两个人是站着的。白鹿，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大家的完成情况。但我们两个基本上是 OK 的吧？中间是对的，地面这个是对的吧？地面李晨也不对，李晨是躺着的呀。你哪锅的？如果程程跟周深是站着的话，就都对了。不对啊，周深的脚和程程都不对。你是跟谁一伙的啊？那请同学们给出你们的意见。三二一，请举牌。对不起，对不起，这么严格呢？你们好无情啊！那你们刚才在那边呕什么呢？他们说：“哎，你们真的摆得好像啊，叉。好，第一题很遗憾，大家没有成功。接下来我们出第二题。你去描述一个，我觉得你应该说的准确吧。我描述，有麦吗？好，下一题。这一题依然是需要四位成员出战，换一个。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这个首先千手观音有点类似啊。这个我来，这我来，这我来，这个我来，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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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懂。好，准备，三二一。这真会，听好听好，别吵吵啊！站着坐的，站着吗？四个人最好有一个轻一点的，因为有一个人要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你上，你上。那你的脖子。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你上，你上。那你的脖子，你不是嘴。听好，听好啊！我骑，我骑。人要轻一点的啊。然后呢，听我的啊，那个骑在脖子上的人。骑脖子，骑脖子。好了，听好，听好啊！骑在脖子上的人双手打开。那剩余的两个人拉在底下那个人的双手两边，斜侧，斜侧。这不是刑罚吗？这是动作吗？那个两侧的人是斜躺着，这样啊？两侧的人是斜躺，快快，一只手撑着，一只手拉着范丞丞的另一只手，撑着白鹿，撑着白鹿，撑起来，好，拍照拍照，可以了，表情管理，表情管理，三二一，请拍照，开心一点。这可以，那请同学们给出你们的意见。这个你们看良心。一，请举牌。这可以，全票通过。哎，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哎，你这同学，请举牌。这可以，全票通过。哎，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在哪里？同学，您哪个系的？这么苛刻？这位同学，这位同学，请过来，让范丞丞骑在你的身上。那这一题恭喜大家通过。林鹤去吧，我去吗？啊，我去。来吧。这一题需要五位成员出战，请出题。哎，有一个是要倒立的。倒立。倒立不行，倒立不行。我也不行，倒立我不行。中间一个人倒立，然后旁边两个可以扶着他的膝盖，然后呢还有两个人把脚放在扶的人的肩膀上，快，一只脚，两只脚，两只脚，脸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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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俯卧撑的姿势，这是舞蹈动作吗？老天，你把我们当那马戏团的猴了是吧？调调调调调调。好了，完了。
笑容。三二一，请拍照。表情管理。这一趴我又累又没镜头。下边没有吗？有吧。下边脸是被臭厚的，脑袋嗡热。你再给我打岔。是一样的吗？但你们得面对面。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大家的完成情况。啊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可以的可以的。不是我啊，别，他是这样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魏大勋呢和范丞丞呢都是偶像派，他要把脸露出来，他不能侧着站的，对不对？那我呢？我呢？然后等一下，来来来，那个。格局，来点阿姆斯的这个最新升级包装啊，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所以我们值不值得一个大哥？来吧，请同学们给出你们的答案。来，你们俩把酸奶还过来，还给我。阿姆斯我喝了，这是怎么回事？没那么多了，还有下一把呢，我们也得喝呢。还有下一把呢，尝尝。我去形容一个啊，我的妈呀！这一题需要六位球员出战，最下面的一个人在中间跪在地上做一个那个大雁飞出来的那个造型，第二排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做出一个那种蒙古样子的那个造型，就是扭肩的那个感觉，你们知道吗？一左一右，文明明白，文明明白，明白。手是搭在腰上的，身体是往后仰的。哦，就是扭肩的那个感觉，你们知道吗？一左一右。OK， 这个好了，这个好，下一个。第三排的两个人做的是那个敦煌飞天的动作，知道吗？最后那个人背着站，要腰要好，腰要来一个直接的一个反过来的下腰，双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往前。OK OK， 来来来，好吧，三二一，我又没有脸。啊，那不对，咱俩，咱俩应该是顶着。大家再喝一瓶安慕希吧。我这太难了吧。三二一，请亮牌。差两票。好，接下来我们是最后一题。给一个我过去吧。好，来，请出题。喂，快点来，你说谁来？这咋形容啊？这个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奔跑吧兄弟！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换新美味，奔向美好，一起安慕希。台铃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哎，你们谁来？就当我没看见，就当我没看见。这玩意儿没法形容啊，这咋形容啊？这个几个人？他不是几个人，他这有的人我估计不是人啊。这一题需要六位成员出战。好，这之后，三二一，是这样啊。那个，咱们兄弟姐妹们，咋的？是不是得给同学们买酸奶去了？他是这样，他就像一朵花一样，花，一个人这个跪在地上，双手撑着。第一个人，对，第一个人，他就是个花蕊，花蕊，左右两个是做俯卧撑，
然后呢，脚放在他的身上啊，然后我再说最上面那个人是踩在他的腰上，踩在他的腰上，对，踩在他的腰上，站在上面，然后还剩下两个是手。所有重量都是中间那个人承受吗？没错，我建议花蕊应该让晨哥，我来。踩在他背上的人是什么动作？站在背上，双手打开。手打开有扶着人吗？有有有，他左右两边都拉着人，一个脚站着，一个脚放在那个花蕊的屁股上。就是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你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的动作，拉着这样。握起哦，对他。对，最后十秒，快快快快快，咱俩先上，上，一二，五，四，拍照拍照，三，二，一，表情管理，拍照。完成度行不行？完成度，完成度100%。我改名叫李蕊了，改名叫李蕊。好，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题成员们的完成情况。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好，我们还是请同学们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举牌。选票通过，恭喜大家又获得团队经费。还得陈哥做蕊啊。在刚才的任务当中，大家一共完成了三个动作，可以获得12200的团队经费，恭喜！目前大家一共累计了43200的团队经费。好吧。蒙眼撕名牌。什么？什么？蒙眼。每组派出一位成员在场地中蒙眼就位。通过声音判断其他成员的位置，并撕掉他人的名牌。怎么这么多人？被撕掉名牌的成员淘汰离场，越晚淘汰，得分越高。混战撕名牌，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哦。第一个被淘汰的成员不得分。留到最后的一位可以得10分。那我们第一轮先由男生组进行，女生可以在旁边休息，同时品尝焕新升级的安慕希原味酸奶。今年安慕希焕新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用更健康、更美味、更有品质的酸奶回馈消费者。现在就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狗着。三二一之后，大象鼻子转五圈。啊？啊，还得转，还得转。我天哪！请准备，开始。一、二、三。挺晕的，这样。四、五。哎呦！哇，绝了！哎呀，就是跟小兔崽似的。就不能往地上躺，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对，
还跑得好快啊，挺吓人的，我的妈！哎，你们是可以说话的，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哎呦！哎呀！天哪！狂犬在后，给我飞！就是哪里有声音，然后就去，哎，就来了。啊，你好适合演这个。太可怕！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抓到了，完了！谁？我陈哥，摸到了200斤的黑手，救命啊！救命啊！他俩结盟了，不会吧？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不是黑牛。他们在哪儿啊？对暗号了啊！自己踩到了。反杀！
周深，还有一个你的盟友。深深，请握手，请握手。不要，不要。你这，深深，你好像还蛮精神病。你可以失态，但是不要变态，好吗？这一局周深得十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是吧？你腿断还能过吗？能。接下来轮到女生组。哇，太吓人了！加油！我太害怕。看你们注意安全啊，尤其你美丽姐要来了，咱们就该给就给。朋友们，我们可以平和一点吗？美丽姐你在哪儿一定要吱一声。好的，我直接送给你。真的，谁敢跟美丽拼？一十字固，然后静悄悄的给你撕掉。请准备。伟丽姐，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太害怕了，我想离她远点。大象鼻子转五圈，开始。怎么是大象鼻子？三、四、五。哎，怎么这么统一？怎么全都贵妃醉酒了呢？突然，怎么不下手啊？哎呀妈，吓死我了！嘴呀嘴呀，你是哪一位？我。你是谁？哪一位？伟丽姐，到了，到了。这是啥？你是谁呀？伟丽姐吗？我给你，我给你。谁呀？我给你。小心后面！你看，差点把你给弄了！吓死了！谁？哇哟啊！黄奕，黄奕，你好！啊，这就下手了！伟丽姐，又是伟丽姐！哎呀，是什么意思？我不好意思撕啊！美丽，你放过依依吧，放过妹妹啊！我放过你吗？要不你撕了我吧，也行。Choke with that hand.
可以啊，你也可以。你能跟美丽姐缠斗一分钟，在 UFC 都少见。白露，你撕错了，让你偷袭的是伟力。哎，你们现在过去偷袭，现在过去偷袭。偷袭谁呀？偷袭伟力。偷袭伟力。伟力在哪里、啊？在你正前方。正前方。快去快去，他们地面缠斗。黄奕 out。啊？我的天哪！没事，你以后的名号是跟伟力纠缠了一分钟。伟力姐，你往前摸吧。你要小心！谁？伟力姐？又是伟力姐？又是伟力姐？又是我！伟力姐，我都伟力姐，我好像摸着你两倍。伟力姐。摸不到他后头。哇塞，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你来，你还敢来，伟力姐想？别拍了，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反应快了，我到他背后。你一碰他，都马上消失。拎起来，拎起来！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依依，依依，你伸个手，但凡愿意往前伸个手。依依，伸手，咱得有点跑男的意义。哦，再来一道跑男，起码展示一下吧。妹妹，妹妹姐姐，跑不掉，发力了。孟子义，伸手，伸手，伸手！五，伸手，上吧，美美姐，四，上，就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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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下。发现没有，白鹿等你走以后，白鹿你也忘叫白美丽。往哪儿走？正前方。正前方，齐步走，向右转，向右转，走，右走，一碰，哎，来吧，来吧。行了，安美丽和白美丽，你俩撕吧。来了，白美丽，突然跳出了尖叫机的声音，UFC 的感觉。白美丽，来吧，不用谦让，最后一下了。进攻，进攻，进攻！摔跤了。哦哦哦！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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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不要拖。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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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不要拖。进攻！进攻！进攻！不要拖！那最终排名第一的是白鹿周深组。太棒了！然后，所以在接下来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可以额外获得一张票。我都没有想到，真正的白鹿会赢在撕名牌这局。丁云导弹鬼暗中破坏传递任务，游戏结束后指认导弹鬼，指认成功，努力传递成员得分；指认失败，则导弹鬼得分。又有卧底，凯哥。是要在这个顶上走吗？不用走，就是三个人站定，然后杯子从一边往另外一边传。那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东西意义是它本身就不好站。要站在上面吗？是。站在上面走啊？不用走，传递传递。特别简单。我们三队的女生，你们先 PK 一把，好不好？可以啊。那我们去抽，来。就你抽吧，抽吧。我好像看到了，是不是细细小小的一条？怎么会？你要装没看到啊？班长，你看到了，你别说呀。我老实啊。三个人抽签还能穿帮？重新来，重新来，重来，重来！你怎么还看人家呀？我的眼睛在你身上目不转睛。要给镜头展示啊！我这个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还是故意这样啊？他绝对不是。不是，因为我刚刚要把这种装傻的人设装到底吗？不是，因为我刚刚1.7米的傻白甜，因为我刚刚那个上面有东西，我以为就是正常咱们都会写点东西。你再回去，再重新来吧。计时3分钟，来吧。我行吗？站得住吗？我上不去一点儿，上不去一点儿。孟子义，你有平衡感这个东西吗？我有，我可以的，可以的，好好，嗯。3, 2, 1。哎，我们先保持一下平衡，5秒钟，好不好？好，好，这。你这样说话，对不起，对不起。1、2，好，上去保持平衡啊，大家不要动。心里想的和你做的两件事。我感觉你们三个都有点像，有可能抽到三个导弹鬼吗？没有。好，我们1、2、3，好，平衡了，好。好，那我传了，传，传，白鹿，白鹿，白鹿。
不行，要复位。复位吧。来了来了。你这个有点明显了，孟子义。这我也没用过。马大有点明显了啊。你们自己也可以调换顺序。要不我来？我可以的。来。等一下，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白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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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捣蛋鬼，你是捣蛋鬼，你已经被认出来了，捣蛋鬼。我一点力气都没使，我这真的很冤。我第一个行吗？这样，我上最后一个，你上最后一个，来来来来来，他第一个，快点吧。捣蛋鬼，你是捣蛋鬼，你是捣蛋鬼，你是捣蛋鬼，我只是你是捣蛋鬼，我只是扶一下，我真的是服了，你是捣蛋鬼，最后十秒，谁？是谁？是我，后面那个，什么意思？来来，好，来、啊。你是捣蛋鬼，他是捣蛋鬼，你是捣蛋鬼。接下来就请三位女生进行指认，三、二、一，是吗？真的是吗？是男，谁爱当谁当。但是我发誓，那把我拿得最稳，是就在中间。你前面暴露了。我没有，我一直很认真在玩，这真的很难，你们自己试试。根本没有在捣蛋。我也觉得白露没有在捣蛋。那谁在捣蛋？我一直以为你，我一直以为你，我一直以为你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难。接下来请第二轮出战的成员抽签。老牛上，你们快，上吧。我去吗？走走走走。我不想当捣蛋鬼啊！我来试试这有多难。来吧，上一二三，走。我先说啊，我平衡能力特别差。三分钟计时。我不想当捣蛋鬼啊！我来试试这有多难。来吧，上一二三，走。我先说啊，我平衡能力特别差。三分钟计时。周深哥，什么？不是，我还没到我手上。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是捣蛋鬼？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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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周深，周深，哇，他其实是站在稳的。每次给我的那个点，知道谁了吗？深深有点明显了，深深。你是捣蛋鬼，你来，你来，你第一个。好。他轻啊，他很应该平衡。就是晨哥。还有最后一分钟。
有了，有了。你这儿我没有。深深，你一直在跑男，是以平衡最好而见长啊。晨儿哥，你是捣蛋鬼。就是晨儿哥，我怎么感觉是他在动呢？你在这儿，我先第一个。不是他在动那个下面那个。我没有。有。你传递完了之后，你破坏你、啊，我真的没有动，真没动。哎呀，咱就是说能不能成功一次，咱这么做。来，我们一起传过去，周深哥，别动，哎，说话。晨哥，晨哥，成了，晨哥。成了，传递成功。那晨哥肯定不是，所以两位没有身份的成人获得一分，捣蛋鬼不能得分。你是捣蛋鬼，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他因为我在动，他的脚在动。对，你知道？你知道后来深深为什么没捣蛋成功吗？因为他的体重没晃动。这么难？你发现了我，我的。第二局，我不要吃这个，我要吃中间这个。我说周深吗？这次呢？这次还没上呢，我上哪桌去？好难啊！三分钟计时。等一下，我没有账本。等一下，轩哥，我在站，一开始就怀疑我吗？我手动都没动，我手动都没动啊！你来第一个，可以，不能两次都是你吧？我真不是。你看他很会收身平衡很好。哎，晨哥，这次绝对是晨哥，真不是我。捣蛋鬼，还是周深，还是周深。不是我。轩哥，你当第二个。可以，我当哪个都可以。你都在你都。不是，你到底是谁在抖？你是一直在抖的。晨哥一直在抖。最后30秒，来吧！晨哥，好拙劣的演技，怎么样？我说两次都是你了，好烦啊！两次都是他，好烦！我动都动不了那个东西，他们两个人中间好稳，靠你了，哥！我们感觉好像在苦中作乐的感觉。来人呐！快拿嘴接着！海哥加油！哎，你抓着我，我咋上啊，哥？
不是，这不扯呢吗？这傻哥，这不扯呢吗？你是捣蛋鬼。第三组挑战，三分钟计时。你别老拉我呀！别动啊！不是，不稳呢、啊、这。哎呦，傻哥。他们仨估计连杯子都拿不上。沙爹是一个人可以撼动俩。捣蛋鬼，他不是，你别捣，我不是捣蛋，这不是老沙平衡感确实有点差。他老拉着我，行了吧？好。你都用粘花纸，别动，别哎，别哎，你别在乎呢，准备不动，完了，凯哥要被拉，凯哥的姿势，你们定住了吗？有沙爹在，你们这辈子都别想传过去。我觉得你们换个位置吧。对，不要沙哥在中间了。他在哪儿都一样啊。还有最后一分钟，让沙哥第一个去，你别老拉我嘛，祸害俩。老都得抓一个人，你抓一个人，你怎么拿杯子？我先稳住了，我先稳住我在哪儿？要不这样，我帮你把杯子端过来，行不行？不，我先站稳了，我先站稳。你这样能站稳吗？凯哥，你在冲浪吗？凯哥在冲浪。你有点明显了啊！你们这杯子能从第一个人手里传过去一次吗？哎，可以可以。演了啊，演了！来来来来来，看表演细节了，看表演细节。老戏骨，老戏骨。哎，这个身体的发抖，这是从腰这开始抖的。哎，你看，来来来来来，演了啊，演了。看表演细节了，看表演细节。老戏骨，老戏骨，老戏骨，老戏骨。不得不说。你演的已经很细节了。好，指认捣蛋鬼。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相信来，沙哥，沙哥获得最佳表演奖。相信我，不是我。好，请沙哥公布你的身份。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恭喜凯哥和晨晨获得一分，我们来抽第二把。沙哥是不是难当捣蛋鬼？不是，但确实我也这么。这把不是你，那个捣蛋鬼可能就太明显了。是，这三个人各有各的颜色。来吧，我想看看你这一次的表现。第二局计时开始。怎么突然像功夫熊猫啊？这次不懂了啊！这不扯呢吗？这不，我先站稳了，我先站稳。不是，老沙平衡感确实有点差，完全不一样啊！好稳呀，好稳！沙溢哥，你怎么这么稳？时间不要了，可以了，可以。后边不要了，时间不要了。他给我就那份儿，直接指认，直接指认，省点时间。他给我的就给我来了，我欠我。那请晨晨公布你的身份。我没玩儿。这是你。
沙哥像棵松树，扎里面像是有两个根一样，扎在了泥土当中。刚才的游戏大家也累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东阳光仙虫草礼盒，有了它就可以随心滋养，不管是泡水喝还是直接吃都很方便，温和滋养帮助你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请大家品尝一下虫草吧。给我吃一个吧。这礼物深得我心，东阳光仙虫草有品质有营养，好虫草就要先着吃，一起开启养生模式吧。接下来就到了临摹奇特生物的环节，宝峰湿地是昆虫的天。投石问路，两队将轮流成为攻城队和守城队，攻城队15个沙包，守城队10个沙包，每轮游戏都由攻城队率先投掷，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两队投掷完成后，攻城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摘下旗帜，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明白了，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让我们玩的时候有个保护。好，护膝跟护肘一定要带上啊。我的妈呀，天哪，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这一会儿功夫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我跟你讲确实有点太紧了。哎呀，为大家科普一下，古装戏里面这叫全网，全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我们一般都用半网。对，在这个保护的好。对对对，是这更安全，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披瘦一点，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甚至很自然，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的呀。平常就这么走，适应了是吧，融为了一体。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他们攻吧。行我们攻，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就这么随意，就这么随意。你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今天确实时间紧迫，不需要问。没事，你们就先来吧，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一样的。你看导演说了，先来吧，先来。咱们分点战术吧，一人三个。我觉得就是打九啊八呀，九八七都行，七啊都可以，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哎，但这样很不公平，我们打九，他一打我们的九没了，那根本上不去。所以是这样啊，你可以在九上打十颗球，对，你底下都打满。我把你们打满，来吧，你得粘到上面才算。来吧，先感受一下。OK， 可以，至少没拖吧？试一下九啊！哇，漂亮！来个六是不是好一点？高一点那排的六，七也行是吧？可以。这仨有什么必要吗？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OK， 非常好，非常好。还有，可以。那我来，这是六。哇，可以，这个算什么？这不算，拖把了就没了，无效。哇，还是七。哎，这个厉害，可以。哎，多了。哇，哎，这可以。哇，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对，那个六真的得有。六是吧？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在上面做平板支撑。劈叉，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我又可以保一个四哥。OK， 来吧，给我们出杆。他们有几个球？10个。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肯定是能重复呀，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这三个啊，
来吧，你先来。喂喂，哎呀，漂亮！收了，收了一个。再把下边这个也下面那个去掉啊。去掉。哎，王总。没了。我就说下面得多保一点，不然你都没上去。再来哪个？上面那个。上面有两个哎，上面两个把中间这个打掉。他把那两个再打了，咱们就上不去了。那俩能留一个，或许还有希望。哎呀哎呀哎呀！那我试试吧。呆，我去！呆，我去！我去！这是不是违规了？不能这样。这个哪违规了？我们给你打气呢。我是给你加油。杀鸡！杀鸡！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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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个，那两个中间的呀，啊，把七打掉比较好。哪个？这个七七，这个啊，快，哇，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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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这得怎么荡过去啊？这个没得玩了。你看一个人的身高就到这儿，然后那三格你都摸不到的。跳一下，你试试吧。那我来吧。你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哦，我知道了，陈哥。哎，从这儿到那儿不可能，但从这儿到那儿可能。对，我只能从这儿走。对。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这可以刮这些行吗？我们可以爬这些。这一看玩过攀岩，啊，对吧？我试一下。你可以怼它进去，然后爬这个洞，对吧？好，伯明浩，请准备。我去！哦，哇！哇！脚踩的那个对，哇！哇！哇！你应该能成功！哇！你不愧姓侯啊！你应该能成功。成功了，有时间限制，快快快快，成功了，成功了，哇哇哇，哇哇，惊啊！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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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有何关系？人家姓侯，你的饭你不能白吃。我他是怎么上的去第一条？跳，用跳的吗？哦，扣那个扣对吧？范丞丞，范丞丞，他腿已经开始软了。你是想上还是不想上？可以吧？来吧，陈哥。陈哥，说实话啊。我如果没上去还行，但是你啊没上去，内讧了，开始已经开始内讧了。这人现在给自己打圆场都打成这样了，你这年轻的不往上上，还让忽悠老头往上上，怎么也得留一个帅点的画面。关键我真的我体重太大了。哎呦，哎呦，我的天，哇，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这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看着我脚都在使劲儿，然
加油！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加油！哇！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去了！啊！哎呦！厉害！可以！很厉害了！还说自己不是刺客，还能上去都是厉害。来路请准备，来吧，白鹿，你肯定可以的。哇，他感觉他都不用棍儿哎。这个杆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你是在攀岩吗？就用动就可以了。慢点，别踩住，那个脚踩住，小心，站，往起站，脚的脚另外一个脚的支撑点，站，对。抠那洞里能不动吗？哇，成功了！换脚，对。哎呀，我的衣服都烂了！那个脚踩一下，对。哇！哎，骑个，漂亮。白鹿都能行，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我感觉我肯定也没问题了。哎呀，我两个大拇指快烂了，好痛啊！凯琪姐，你先上吧。我来下一个吧，因为我不想再看了。哎呀，高明啊！高明啊！急得粤语都出来了，高明啊！哎呀。想去边度，大佬？走！放心，静默过。我的袜子好黏啊！我的袜子！哇，这袜子好厉害！这袜子哪儿买的？是节目组给我的。哎，搞我搞唔掂。好黏啊！哇，太厉害了！上去了。谁设计的游戏？这咱们这个奔跑吧的导演。啊！我脱粉。哇！好痛，救命！哇！刚才那一步是怎么实现的？哦，好轻松。哎，这是腿长啊，他还快呢。这个袜子，我跟你说，节目组的袜子不咋地。走，对，哇，往上拿左手撑一下。啊，好。啊，哇，范丞丞，没问题。丞丞肯定没问题，连女生都上去了。我可以上，我能上，但是我上就是笑柄。晨晨，你不脱鞋子啊？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我4.4的脚，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等一下，4.4的脚，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不是，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我一进去是俩，我插不开呢嘛。那你就更应该用了，你的力道比别人强，两个钩子。哎，来吗？加油！
穿一下，穿一下。可以，拽住了就行。你双手拽一下，双手拽一下。等会儿，等会儿，魏阳老师拉好。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都已经。空中悬停，撑一下。哎呦喂！喂，怎么那么丑陋呢？从后面看就一根线掉了个名牌。这雅观吗？不是，不是不叫雅观。先双手撑上去，然后用脚踩住。对。然后用脚踩住。你试一下松手，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你整个打开，你享受这一刻。我的，我这刚刚喘口气了。哇塞！啊，有点高。踩上去。是，好，等会儿啊，姐。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这是缝的。不是。哎呀，我用的是太宽了。哎呀！放手，我够不着急。啊！啊！全程用时4分02秒，恭喜！恭喜什么恭喜？啊！接下来我们双方互换，来吧，咱们来，咱是多少个？工程队依然是15颗球，守城队10颗球，一样。怎么扔呢？我觉得就集中一点，不让他左右。对，行，咱们就按中间三条。你来。你近一点。往下。哎，走开，别近身啊！好，哎，那球飞出去，好，对好。哎呦我，好，可以，漂亮，好球，好准，呀！六，他全连起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咱们10个球只打6以下就可以了，就6以下全打掉。OK， 上面不要了。滚！耶！太残忍了吧！这不跟他们差不多吗？我们上面还好走一点。他们把这拳打完，咱们扔上去、啊？不知道吗？就只能抠了，一定可以抠了。云瑞，你先开条路 ，OK 了。好轻松，哎呀！可以，我可以，根本不需要扣动，我踩到裙子了，小心啊！哇，这年轻人，我的妈呀，还可以，用时29秒，恭喜，29秒是目前最快的一位，开始了吗？结束了。应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吧？我来了，使一点劲儿就够上面那个了。哎，小心！慢点！滚！好。好，张楠，
好，抓住了，抓住了。对，左边那个棍可以用力，左脚踩，左脚踩棍，左脚踩棍。好，对对对，加油。右脚，右脚踩，右脚踩棍。加油。他只要到了这儿就很好上。对对对对，好。上面留的太好了。对，上面真的。对，好。哇，你这个浪力！给点劲儿，给点劲儿。对，他们这太好爬了。对，他们的非常好爬。你别叫他放下来。哎呦，这是球。哇，加油！加油！哇，你怎么还能踩球呢，哥？球真的可以踩！哇！沙哥，哇！哇！哇！沙哥好厉害！哎呀！正身左秒！耶！夏天啊，效果不行。什么板儿？效果不行。沙哥用时40秒，我用14分钟。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我这好高啊！哇，好痛，这么痛！好痛！加油加油！不行不行，你还是脚还是得在那洞里。哇！啊！给你扣一下，他头发都到了脸去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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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脚疼，大脚趾头疼。行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哎呀，好痛！程程啊，这一趴剪完呢，你自己，我跟你讲，你看不看这期节目？我当然看，就这一趴游戏，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我能不看吗？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他要创造的是奇迹。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凯哥，对呀，啊，凌波微步，喂，漂亮漂亮。袖子，袖子，袖子夹上了，袖子，袖子夹上了，袖子，袖子。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袖子，袖子跟袖子，袖子，你撑一下右手，把袖子拿出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凯哥到刚才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哎，又是个公主。哎，又是个公主。谁设计的衣服啊？第一组工程队用时9分29秒，第二组用时4分22。欢迎各位来到长乐林场。长乐林场被誉为色彩的森林，每逢秋日层林尽染。这里不仅以山水闻名，还依托山水开发了教育、康养、文旅板块，引领生态共赴的新发展理念，吸引很多向往绿色生活的都市人前来感受山水野趣。现在场上只剩下6位成员了，我们将在这里展开一场至关重要的挑战。
因为接下来懒虫还有一次淘汰人的机会，所以为了更精准地锁定懒虫，这一环节的获胜者能够从仍未被淘汰的六人中选择两人，获悉其中是否有懒虫的存在。预言家啦，并且这个重要的信息会真实地对所有人公开，就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有几个不能知道。对，要我就会选自己和别人。哦，选自己呀。哦，你这样你就知道对方的身份。你真的，英姐，你再来一期吧。睿智的女人，英姐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要进行的任务挑战就在这张任务卡上，请来领取吧。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男跑起来。哎呀，这到我了是吧？今天。哎呦，哎呦，不习惯，不习惯。之前哥哥都不把这念词的活给你，就紧张成这样。还是他们走了以后好吧。盘他。六位成员依次出战，沿着桌面打出飞盘，尽可能的击倒台面上的靶子，最终击倒靶子数量最多的人获胜。摄像机是不是得闪开一点啊？挑战之前，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年销量60亿的米多奇烤箱馍片，每一块馍片有7道工艺，保证产品安全又美味，又香又酥，一口停不下来，魔力十足。哎，那个米多奇你知道吗，姐？馍片啊，很好吃，超好吃，一包接一包停不下来。吃饱了吧？答，来喽。哇，你是实战型啊。哇！扮猪吃老虎，为了拿下这个卧底线索，拼了呀！拼了！你真的是御驾之罪。你力气有点掉了，要不换只手？我不是左撇子，实在不行。现在两个手一起推。哇！两只手，两只手，两只手方向比较那个。OK OK。一只手容易。偏掉，你再来一个，我们才信你。有点像弹弓是吧？好像不是，两只手比较稳啊，谢谢。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很难超越了。对啊，四个了。哇，差一点，差一点，稳住，稳住。哇哇哇！就现在，一股劲儿，一股作气，一鼓作气，一鼓作气。四根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哎，四根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很厉害了。牛了，很牛了。我来，我来。哇，它伸长！哇，它伸长！哎呀，不是你的优势呢！你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哦，你认真一点。嘉欣哥，你要好好。哇！哇！大家都实战型。哇！有点偏累了。很厉害了，五个。魏大勋挑战成绩5个，五个了，已经是最，现在很难超了。这个简直，咱们就是说超越的可能性不大。这个太难了，感觉就只有真源可以超越。对呀，五个我超越不了了啊！我直接打那个12，我来吧。OK， 同志们，我说一个细节啊。啊。刚才真源说了一句话，他说啥？我还挺那个，他说。我不能赢，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其实我也不敢打太多了。其实我也不敢打太多了。怎么了？不敢轻易选人呀。啊？什么意思？选谁都是有卧底，是这意思吗？我说你是带谁都会出来卧底，所以你不敢赢吗？然后他没回答我。来吧，真源。那我必须赢。我今天必须赢。激起了他的斗志。你不是不赢吗？被激发，被你激发了。我试一下升个档。不行。其实进的时候是可以的。哇，3个了！你别投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哇！
稳住你，你搞漂亮一点，漂亮一点，最后一个必须，这个最后一个必须的。有，哇，留一个遗憾吧。哇，可以了，我太恐怖了，这太能力者，这超过，这真的能力者了，能力者，不愧是常驻 MC 啊。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超无聊，咱还玩吗？玩吗？还玩吗？我们三个不玩了。重在参与吧，陈斌挑战。嘿，哎，对，嘿，哇，嘿，哇，姐，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吗？纯靠运气呀，哥。你让大勋怎么看？就是的，大勋用眼睛好好看，用眼睛好好看。你被叫嚣了，哥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应该是稳了，应该是。加油！哇！甚至还有个慢动作。谢谢大家，加油，恩熙，不要紧张，我们两个一个都没打到都没关系，非常棒。恩熙要证明自己，恩熙，恩熙可以打到一个也可以了，你也可以给我留点颜面，只打一个的恩熙。好，我垫底。哦，前辈常驻 MC 不让 NC 发挥，没有啊，你干嘛乱下标题？说为了给他留颜面。没事，再来，这个再来。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再来一次。怎么是树形象了？开始，稳住，两个手，去巧劲儿。哎，对，好，找感觉了。喂，对，就是这感觉。我现在不仅想念陈哥，我还想念沙哥。沙哥，你快回来吧，因为沙哥一般不是打样的吗？最后一个啊，没劲儿。可以。哎，没事，我来。哎，可以。哎，你们这样会显得我刚才辛苦打了三个，没什么用。你第一个就是有点。哎，他咋这么菜？好稳。能力者。人生不要放弃，知道吗？太励志了。哇！你怎不是有可能赶超你哦？你们还不信我？昨天是实力，我是实力，我跟你说。哇！怎么会这样？天哪！哇！大勋，我们刚才那个是什么？我以为你那个，我以为我这还是不错的成绩，结果现在看来像屎一样。我觉得你可以打完哎，肯定可以了，我觉得。可以。太准了，他这样。完了，现在真源非常忐忑了。不是，我想证明自己，他不给机会啊。你太牛了，宋雨琦。那你得选人了，真不是我不想选呀。哦，我可以选人了。所以雨琦，你可以从未淘汰的六人中选择两人进行验证，我们会告知这两人中是否有懒虫，这一信息至关重要，而且会向所有人公开，所以请好好思考你的人选。当然，这个决定不用现在就做，接下来你们将回到山水基地的会议中心，回去了，在那里进行选择和验证。